范玮琪产后已有两个多月了，但仍住在月子中心。一方面是她生了双胞胎，需要更好的身体调养。大小熊猫从医院的加护病房出院后，也在月子中心得到专业的照料看护。另一方面，范范黑人为儿子们装修一新的寓所尚未完工，因而让范范和大小熊猫暂住月子中心，对他们来说最省心。近日，范范在社交平台po文致谢月子中心以及专职照顾大小熊猫的护理长。巧合的是，两位护理长都是双胞胎的妈妈，他们不厌其烦地解答范范各种双胞胎的疑问，令他安心也放心了。范范曾披露，外婆因为想大小熊猫，只好每天跑到月子中心来抱孙子，一进门也不喝水也不休息，抱着两兄弟自言自语一下午。随着范范与大小熊猫离开月子中心回家去，装修一新的婴儿房将迎来两位小主人，外婆也能随时去看孙子了。夜宿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